康威大学，就跟爸爸中心之间主持的宿舍，向谢东明主席出行，并探望他的主张。这个时并且与黄金的三年的山水国画一幅，奉送给马康威大学。另外还有中国的丝绢衣料一件，请马康威大学带给他的夫人。这个时是在国画的半上提示，以感谢马康威大学多年来为促进中美两国的合作和人民的友谊所做的贡献。马康威大学在临行前也预祝了谢主席的口腔能够早日康复。